好耐冇講到啊，好似咁啊，好多嘢想同你講啊。我哋一齊咧有個祈禱先嚇，開始之先。真愛主，我係感謝你，讓我哋能夠翻到你嘅家嘅裏邊，喺你嘅聖殿裏邊，我哋可以啊有一齊去敬拜你，因為咧唯有你係嗰一位獨一嘅真神，唯有你係嗰一位配得讚美嘅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嚟到幫助我哋，不單止敬拜你，更加讓我哋嘅生命能夠成為一個馨香嘅祭去獻俾你。散發住基督的香氣，來到讓人得著這個和平美好的福音，又讓我們自己先被你更新建立，以致我們成為一個即是基督的門徒，去榮耀你自己。好像剛才我們所唱的詩歌一樣，我們都是口唱心和，願我們一生來到獻上，因為你是那一位愛我們的主，也都是配得的上帝。這樣禱告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好，咁啊，中堂咧，我哋系继续讲紧哥林多后书嘅系列嘅，系啦。咁啊，上个礼拜记得边个讲到吗？哦，即系唔记得咗。中堂树命传道好嘛？记唔记得啊？讲之前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关于一啲忧虑嘅内容咧，记唔记得？都系唔系好记得。唔记得唔紧要，你翻去就系上网听翻啦。吓，咁即系我今日讲嘅时候，可能你都会唔记得咁啊。唔紧要，我都会尽力讲嘅。但是願望你的生命都是被上帝的話語來到去撻著。今天的講題叫做誰能當得起呢？誰能當得起呢？這個講題其實都是來自我一陣間要講的經文裡面的頭和尾包住了的。誰能夠當得起呢？保羅會問誰能夠當得起呢？當得起是什麼呢？我一陣間會講。然後最尾他說誰能夠當得起呢？他就會給一個答案給我聽了。想不想聽啊？哎，想就好啦。咁我哋咧開始之先咧，我又要講少引言咧，去引下你啦。有冇睇過呢啲佛系嘅系列啊？啊，而家時下咧好興講呢個字啊。當然我哋呢度唔係佛教，我哋基督教嚇咁，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去參考一下嘅。呢啲嘅思想咧係好多人都可能會有嘅。啊，佛系減肥法咁係咩咧？唔運動，唔節食，唔覺得自己好肥，緣分到咗咧，嗰啲肥膏咧就自然會甩走噶啦。呢個叫佛系減肥法啊。跟住咧。佛系新抱扮乖法，唔争宠，唔比较，唔驳嘴，唔反对奶奶任何嘅意见，天天赞美歌颂他。如果缘分到咗会咩呢？你嘅演技咧就会自然变得更加强啦，咁样啊。咁呢啲当然唔系等于我嘅立场啦，系嘛。咁跟住咧，啱啱啊呢个新鲜热辣啦，啱啱 cap 咗张图出嚟啦。咁啊有个叫做超级状元啦，有冇听过啊？吓咁，但系我哋当然唔会话觉得要追随呢啲人嘅。不過可能你心底裏面你想的是不是？但是如果我們基督徒都是追隨這些，那就不好。不過我欣賞的就是他媽媽，他說這個是這個佛系媽媽說順其自然，就是給一些自由給一個小孩，他自然可以自然去 成長就 OK 的了。那我覺得他這個態度是好的，是不是拿到九即是九個五星星這些我覺得不是我們基督徒所追求的。但是如果我們變了要追求這些東西，而是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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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管制，那這個就未必最好。那你就在笑是不是？那跟著呢，你知道英峰牧師的最後就講這個的嘛，要是不是有人這麼說佛系基督徒，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了。不靠自己，不靠別人，不預備，不思考，不做任何的事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事情就會慢慢好的了。就是坐在這裡定了自己事情就會 OK 的了。教會的事工呢，我不去參與，緣分到了呢就自然有人會參加的了，就會有人呢去報名的了。總之那個不是我咯，是不是？我擔當不起的，我擔當不起的，我不做得的。今天呢很想透過這段經文來看，究竟什麼人能夠擔當得起傳福音的使命。其實保罗讲紧就系传福音嘅使命，我哋一齐读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到到三章嘅五节啦。预备起，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，主也给我开了门。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，我心里不安，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。感谢神。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城，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
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，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，写在我们的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、所念重的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藉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；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我们因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。好啦，咁呢度呢就有都唔短嘅经文嘅。咁呢如果你睇返个程序表呢，我就分咗四个重点去讲嘅。不过呢我着重呢係讲第一点同埋第四点嘅。第三点呢就会轻轻赖过嘅。咁但呢都要讲返少少背景嘅。咁就係喺第二章头呢度十二十三节里呢度，咁其实讲緊啲咩呢？咁你睇返张地图呢，你就见到呢保罗提咗一啲嘅地方名喎。提咗啲咩地方名啦？德羅亞，還有呢馬其頓，係啦。咁你睇翻個地圖啦，見唔見到啊？應該都夠大隻啊噶啦，係嘛？睇唔睇到啊？睇到係啦。德羅亞咧就大概喺嗰個圖嘅中間上少少嚇，即係黃色底嗰度，喺美西亞隔離嗰度。OK， 咁馬其頓咧其實喺差唔多即係打對面岸咯嚇。咁而哥林呢本呢個書信係乜嘢書信啊？哥林多嚇咁啊，咁所以咧保羅寫俾哥林多教會，哥林多咧就喺圖的左下亞該亞下面那個地方這樣。其實呢這裡是講緊保羅呢就請提多呢，就提多是他一個很親密的同工，當然是就將這封嚴厲的信呢就帶去呢哥林多教會之後呢，原本打算呢就在亞西亞省呢等待提多的回覆，但是呢他很著急，著急之餘呢他就放下了這個特羅亞這個傳福音的地方的機會。你看到經文裡面講呢，主也給我開了門。開了門的意思是什麼？就是說這裡的福音的門是開了，就是可以在那裡可以傳很多的福音。但你看到保羅他是一個很著重關係的人，他不是只是看哇這裡很多很多很多的福音可以做到，我就在世只是在這裡埋頭苦幹做這件事，不是只是看人數，不是只是看成績，可能都有些人會 challenge 他，有人挑戰他，喂，你不要走啦，你在这里有这么好的果效，你不要走啦。但是保罗说不是，我着重我弟兄的成长，我着重人去离开这里去到马其顿那里去。就是去马其顿那里去会晤去亲爱弟兄提多。那讲完这段事之后呢就去到第十四节啦。那我就由这里开始呢有些分段啦。第一点，散发基督的香气，散发基督的香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我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气散发出来被人闻到呢？我想在现在这个大热天时，大热天时的日子里面，你走出街或者在地铁里面或者在巴士里面，你很容易就会什么闻到些味道，是不是？但是那些通常是什么味道？臭汗味。我试过一次，印象很深刻，好深刻，哇！那個味是很濃烈，汗味加煙味加酒味混在一起，哇！你完全不會有鼻塞的問題，即刻通曬，係啦。但係呢啲係講緊一啲身上的氣味，但係另外咧，呢啲叫做臭味，但係有啲嘅所謂的香味咧，我都係頂唔順嘅。嗱，即係有啲搽咗啲法蘭西咩水咁嘅咧，咁嗰啲行過百貨公司地下嗰層。好大陣味噶嘛，係咪啊？有好多靚女就會整張紙俾你，有冇試過啊 ？sample 攞去試下啦，先生小姐都試噶嘛，係咪啊？咁嗰啲都係嗰啲叫香氣啦，所謂嘅。但係嗰啲都係一啲我哋用
鼻嚟到闻嘅一啲嘅气味。但系保罗呢度讲紧嘅味吓，呢度讲紧嘅香气咧，并唔系讲紧呢一种散发出嚟嘅呢啲嘅，无论系体身体嘅气味或者乜嘢，而系讲紧嘅咧就系一种咧你一个人你所做嘅嘢行嘅事，然后散发出嚟一啲嘅味道，嗰种嘅味道你闻唔到，但系你见到。闻到的味道你只是那一刹那印象很深刻，你不会记得谁发过这些味道，理论上。但是呢一个人你散发这些的香气，人家见到的那些可能会记你一世。在十四至第十七节的里面，我们见到香气是重复又重复的来到出现。保罗说感谢神常碎领我哋，呢、这个碎领系咩意思呢？其实佢用咗一个形象，就系好似当其时咧，罗马嘅军团赢咗打仗之后，赢咗嘅时候就会点样样啦？海船嘅胜利，然后一队人跟住一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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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咧就嚟到去翻经过个城门入翻个城嘅里边。而佢哋原来咁样行嘅时候咧，唔单止系好嘈嘅。唔單止係好多人叫囂嘅，而係佢哋咧都會係燒一啲嘅好似類似香料嘅嘢，有陣味咁樣散發出嚟嘅。神咁即係神常帥領我哋喺基督裏面嚟到跨城，並藉住我哋喺各處顯揚嗰份乜嘢呢？係因為認識基督而有嘅香氣。第十五節佢呢度講話，因為我哋喺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的香气。你说蛤，在得救的人身上有基督的香气我明白，但是为什么在灭亡的人下面还有说是什么？死的人身上。你说死的人身上不是只是 我看新闻只是听到什么？尸臭味而已，是吧？臭气而已。啊！即係有人喺屋企嘅過身，冇人發現，跟住屍體太臭啦，跟住咧就有管理員卜卜卜卜，咁先發現到哦，原來有人喺裏邊過咗身，係咪？係好臭。點解話係香氣？點解香氣會喺死人身上？呢度講緊嘅香氣，呢度講緊香氣係咩咧？呢度講緊香氣係講緊耶穌基督嗰個嘅福音。對於願意接納佢福音嘅人，呢一個係一個香氣，同唔同意啊？这个是成为一个令到他生命改变的香气，令到我们生命原本行的东西可能很多都不合他心意，甚至乎散发很多臭气出来的。我叫做什么叫臭气啊？加个皮字中间就对了，臭脾气，是不是？以前我们很臭脾气的，信了耶稣之后呢继续臭脾气，我死都不改的了，耶稣都改变不了我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我聽到係字大聲啲嘅，係唔係？唔係，係啦。咁你答咗我咯，你知道唔係。當呢度亦都係講緊，當一個人有咗基督呢個香氣嘅時候，我哋嘅生命不再一樣。我哋應該係會散發呢一種因福音救咗我哋之後，我哋散發出一種嘅香氣。但喺死亡嘅人裏邊，點解又有一種香氣啊？呢種呢、這個氣喺死亡嘅人咧係死嘅，意思係咩咧？对于不信的人，基督的福音临到他的时候，来到他的生命的时候，他选择拒绝的时候，对于他来讲，他就是选择死亡。所以这一种气一样都是 有果效，那个果效是一路都会发出来的，不过你不去选，你不去选择的时候，变成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成为一种死的气味，不是一种馨香的气味。所以这个气香气是透过使徒的传道和工作而散布全世界的，对于这些死的人成为了致死的气味，但是对于那些活的人就成为赐生命的气味。这个气味本身的字除了可以解香味香气很芬芳，亦都可以比喻为什么呢？就是信徒愿意牺牲自己去侍奉上帝，去讨主喜悦，成为一股的香气。去行事为人的时候，你去想想，我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究竟是散发一样什么的气味呢？是香气啊，
还是系臭气咧？还是系废气咧？还是系哑气咧？还是系傲气咧？还是系霸气咧？得唔得？得唔得？你会选择乜嘢？你会选择散发咩气？你会选择霸气系嘛？我有耶稣照，我使乜惊你啊？咁样系嘛？唔系啊，选择咩？选择基督嘅香气，基督嘅香气，让我哋嘅生命嚟到俾上帝去改变。耶稣基督嘅福音，佢唔系争咗我哋。冇你传福音咧，福音就唔会传遍世界。唔好睇得自己嘅太大，调翻转个角度嚟睇。上帝俾我哋有机会参与喺呢一个福音事业伟大嘅天国时空里边，呢个系我嘅荣幸同埋福分。好似保罗咁样样，佢本来系一个追杀基督徒嘅人，追杀嗰啲奉耶稣嘅名嘅人，但系当佢喺大马士革嘅路上改变咗啦，上帝俾佢开翻眼啦，失明跟住开翻眼。睇见翻边个先系真正嘅上帝、真正嘅神、独一嘅主嘅时候，佢成个人生就改变咗。佢就去开始去学习散发基督嘅香气。佢唔单止自己去散发，佢都叫埋佢身边嘅人一齐去散发。所以系我们，唔系我自己，一齐嚟到去显明呢个系上帝嘅恩典、上帝嘅能力。我哋自己咧，我哋自己又系点样嚟到去睇呢一个嘅生命呢？我好感恩，我在新人组里面我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，哇，非常之激励我。他初信主大概两年，我们的topic 呢，即是新人组的 topic 呢，新朋友组刚刚讲到呢，这个叫做自我形象观。自我形象观应该很多人都上过了，是不是？里面呢就提到呢，即是呢，你从前呢会用些什么东西来到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或者自己的价值。好多人咧会用呢、这个世界会用乜嘢啊？可能用钱啦，你拥有几多钱啦？你拥有几多嘅财富啦、资产啦？你拥有几多嘅地位啦？系咪啊？你又拥有几多嘅声誉啦？等等嘅嘢。咁佢同我讲咧，佢话佢信咗耶稣之后咧，佢信耶稣之前咧，佢都系用呢啲嘢嚟到衡量自己，甚至乎佢自己到而家呢一刻，佢谂翻转头。佢都仲有少少谂翻，以前真系风光啦咁样样。佢系一个30出头嘅后生仔，好 smart， 好一个好有智慧、好聪明嘅人。佢话俾我听，佢信咗耶稣之后，佢知道佢做嘅嘢咧，上帝唔喜悦，佢辞职。佢原本做咩咧？他原本做那份工，他说他的公司，他所做的公司牵涉的范围有房地产，国内的主要是有药物，你说都 OK 啊，没问题啊，药物帮人，是不是弊就弊就第三样，出产香烟，出产香烟，你说香烟有什么问题？香烟他自己，即是上帝真的对他很恩待，他让他见到个问题在哪里。信了耶稣之后，他说他想，即是他建工，有人，他是一个高层，一个 management level， 一个管理阶层。他说甚至乎是这间公司，这个集团请 CFO 财务总监呢，他都要坐在这里见的。你可想而知他那个身份地位去到哪里。他说我从前是有司机车我出入的英方，这样。从前有啫，而家有冇啊？而家冇啦，真系。我话哇，咁你都真系几高级咁样样。佢话系真系兼高级噶，唔系讲笑噶，真系好高级噶。咁又就话俾我听，即系请 CFO 我都要坐喺度咁样。你谂下咁啊，我话哇咁样。佢话就有一次去见人嘅时候咧，地产嗰边要请人。佢话有个女仔嚟见人，见工。个女仔要翻两份工。嗰个弟兄问：你点解要翻两份工啊？因为我爸爸 cancer。末期，所以我要揾多啲錢去醫爸爸。跟住講下傾下偈，傾下偈咧，跟住佢就話，佢就聽到佢爸爸原來食嗰隻煙就係佢哋公司出嗰隻煙，所以佢即刻叮一聲，再加上佢信耶穌，信咗主之後佢就話搣甩佢。佢自己以前都係食煙，好好笑。佢同我講話，佢話我諗我哋公司咧係全香港咧唯一一間咧
開會是整個 office 都吸煙的人嚟嘅，即係喺個 office 裏邊，成班高層坐喺度開會咧，都個個都喺度乜嘢。不過佢後屘佢因著主嘅緣故，佢離開呢啲嘅香氣啊，呢啲香煙嘅氣。佢而家佢揾咗另一份工，佢都係做一啲嘅管理，但係佢唔再做嗰個工。當然人工爭好遠，地位咧都爭好遠。而家起碼冇人車佢啦，係啦。但係咧，佢活得好開心。他覺得他自己揀啱咗，同埋好感恩他又特別經歷到上帝呢個恩典啦。佢話佢信咗主之後咧，佢自己就決定戒煙。佢話有癮嘅，有個心癮，但係佢繼續戒，去到而家咧都冇再攞起支煙啦。佢話即係由嗰陣時決定咗之後，靠住上帝嘅恩典去繼續嘅嚟到去堅持住。親愛弟兄姊妹，我哋嘅生命能唔能夠散發出一種基督嘅香氣呢？如果不能够的话，我们真的有愧于上主。那你自己想想了，一阵间我就会挑战你，是不是？第二点，成为基督的战信。三章的一至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啊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岂像别人用人的战信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战信给人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战信，写在我们的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重的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藉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。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咁你有记得上个礼拜说明传道有提过啦，咁啊当其时哥林多教会有一班搞震的人，是不是？那这里保罗都有提过那班人，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岂像什么？别人。我们难道好像那些人那样吗？用世俗的推荐信来到给你们。原来当其时的人呢，当时的社会和教会里面呢都相当普遍的来到是有一种呢種戰信 recommendation letter 呢種推薦信嘅一個嘅嘅即係用呢方面嘅嚟到去彼此嘅去溝通，因為未必識得你，個個都識得你噶嘛。譬如劉英峰喺音福堂咧，可能會有啲弟兄姊妹認識啦。但係劉英峰去到另一間堂會咧，人哋知道你係邊個啊？唔知嘅喎，係咪啊？咁如果要介紹嘅係，可能咧就蘇牧師咧就寫封信咧就我舉薦劉英峰牧師咧乜乜乜，佢喺本堂咧就做咗啲乜嘢乜嘢乜嘢。咁咧你嗱英峰得啦，你揸住呢封信去加拿大邊間教會嗰、那個教會咧，牧師咧就會接待你啦，咁樣樣明白啊？嗬啊，其實而家都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啦。即係如果我哋要揾工做咧，轉工咧都一樣要寫薦信噶，你都好多人都係啊，係咪啊？係咪噶？唔係噶。是要認我先得嘅。OK， 好。咁但呢度寫咗啦。但呢啲嘅信嚟做咩咧？方便巡迴報道者咧，從一間教會到另外一間教會，係啦。呢度有提到咯。保羅話：我唔通舉薦自己咩？我唔通好似嗰啲人咁樣用呢啲世俗嘅戰信嚟到舉薦自己咩？第二節好緊要，保羅話咩啊？你們就是我們的戰信啊！你們即係講哥林多教會，其實本身係邊個去建立嘅呢間教會？保羅有乜理由保羅要整封戰信嚟去同翻自己建立嘅教會同佢講？即係蘇牧師第時有一日要寫翻封戰信翻嚟，話我可唔可以嚟翻音福堂講道咁樣？你會唔會覺得呢件事好非常之匪夷所思同埋係荒謬嘅事情啊？明白啊，明白。但系呢度咧，保罗佢再讲啦，佢话咧个战信，你哋明显就系基督嘅战信，基督嘅信添啊！呢个信，信唔系信心嘅信，呢个 letter 真系一封信嘅信，藉住我哋嚟到去修炼而成嘅，唔系用墨写成嘅，乃系用永生神的灵写成嘅，唔系写喺石板上嘅，乃系乜嘢啊？写在心板上的，所以你会想起什么？这个的对比，如果你心水清的话，你就想起旧约的时候，是不是神就将他的诫命是刻在什么？石板上面。那些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面。
但是新約的年代，聖靈在我們眾人的心裡面來到動工，永生神的靈寫的，再不是寫在一塊黑板的上面，而是寫在我們的心板的上面。以往是律法，現代是恩典。以往看很多的行為的表徵，現在看你心裡面究竟是怎樣去做。你不停去做一件事情，但你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的話，上帝都不是看為好的。你死守很多的戒命，但你不是發自內心的話，不是聖靈感動你，你去真心去做的話，你勉勉強強去做的話，這個上帝都不會看為一件你樂意的事情。所以我們要問自己，我是不是基督的戰信呢？我是不是基督的信？我又是不是呢能夠成為基督的戰信呢？我究竟現在還生活在一個律法的時代，還是恩典的時代呢？我是否願意降服在聖靈的引導的裏面，去擔當、去承擔一些的使命？這裡講來講去的都是基督福音的使命。基督的福音使命是什麼？基督的福音使命就是要叫人能夠與神和好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和好的即时和好的福音。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然后我们的生命藉着祂才能够与天父和好，因为洗净我们的罪，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只有这条路，耶稣是生命道路，最美善又完全。这条道路唯有基督为我们这样摆上，所以唯有基督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通往上帝，又是上帝通往我们的一条道路。我们不是只靠着这条路通去上面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点要听清楚了，我们很少用这个角度去想的。我感谢主有个牧师提醒我，圣灵同样是藉着耶稣来到通往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同不同意啊？我们每个信主的人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这一点是无可置疑，因为圣经讲的。但我们不是只是单向的走向上帝那里，上帝都很愿意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加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。今日是7月15号，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大日子？未必是，你说是，因为今晚有世界杯总决赛，但现在搞成这样你都不知道看不看好，是不是？但是不是那样东西。今天我很想你听这个的信息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安排你听这里的，听这堂的。恩福堂有9堂崇拜，你选了这堂回。全香港有1100间以上的教会，你选了这间回。今天是你生命改变的一天，上帝好想你的生命被改变、被扭转、被更新，更加的来到去贴近他。靠的是我们愿意去回上帝那里，让圣灵去光照我们，让圣灵去改变我们。从前你可能信了耶稣很多年，但是你的心仍然很硬，有很多事你不能够放低，有些人你不能够原谅，有些事情发生了但你不能够放，不能够抹了它。但今天好想你能够，耶稣基督他好想你能够因着你相信他、接受他，得到圣灵的医治，得到改变。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你能够当得起，你能够当得起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的叻，而是因为基督。所以在神面前才有的这一样的信心，不是因为我很叻，不是因为我开始回教会所以我变成好人，不是。你都有听过那句话，是吗？回教会不等于有好人，穿西装不等于是高层，回教会不等于是好人，是吗？是啊。但是好想跟你说的是，我们有这一种的改变的能力，不是靠自己，是靠圣灵。好想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的真人真事的见证。
咁我問咗我嘅親愛同工啦，睇唔睇到呢張相啊 ？OK， 好靚啊！呢本書仔係咪啊？睇唔睇到啊？希望你睇到啦。誒，一個婆婆嘅樣嚟嘅，笑得好靚，有個冠冕喺個頭殼頂嗰度，揸住個波波咁樣樣。呢位伯母咧叫做莫容群帝，係我親愛嘅同工啊 ，Elisa 傳道嘅媽媽。佢早幾兩三個月咧就安息主懷，咁啊年屆成過九十噶啦。好高年，好高齡嚇。我好想提佢嘅生命，點解呢？我記得我喺度曾經同你講過一個嘅婆婆嘅生命，又係年過九十嗰陣時，我記得好多年前喺長青團契裏邊，啊，佢話我哋通常長青團契查完經之後咧，最尾嗰段時間咧，我哋每一個傳道牧者或者係帶嘅組長咧，就會揸住張紙，揸住支筆做乜嘢？診症係嘛？好似診症咁樣，因為咧每個老人家都話俾誒，而家咧係代禱時間。阿英鳳婆婆唔係英鳳婆婆，是但啦，英鳳阿叔咁樣嚇，阿英鳳哥哥咁樣嚇，阿哥哥你有啲咩要祈禱？哦，你高血壓 ，OK。哦，你下個禮拜三要去復診係咪啊？哦，你跌親只腳係嘛？咁啊，逐個寫。咁好印象深刻，有個婆婆九十幾歲。佢九十幾歲，佢勁啊！佢話嗰個六十幾歲嘅後生女，佢話：嗰個好後生啫嘛咁樣。咁我話係喎，佢真係佢細咗成30年嘅，其實不過同一個小組咁樣。Anyway， 佢嗰日好唔開心，佢話個心好痛。我先頭以為佢真係個心好痛，即係以為心臟有事。原來唔係嗰個心，係乜嘢啊？係佢嗰個 feeling 啊，佢嗰個感受啊，好唔舒服。佢話：呢排咧，你谂起个衰细佬，个衰细佬，佢九啊几岁，佢个细佬都唔系廿几岁啦，系咪？佢细佬都80几岁啦。咁我问佢点解，佢冇讲个 detail， 佢冇讲个内容，冇讲个详细，但系佢话，总之我憎咗佢几廿年。哇，佢九十几岁啫，但系佢讲嘢好有力噶，佢嗰种嘅憎恨咧，我完全感受得到。憎咗佢几廿年，系啊，佢已经唔喺我生命里面出现咗好多年噶啦。无端端呢排又谂起佢，个心好痛，好唔开心，翳住瞓唔着。我同佢讲，我话系啊，咁真系好难搞，好难瞓得着。哇，咁咪好惨咯，几十年。但系佢唔系一个初信主嘅婆婆嚟嘅，佢信咗主同样系几十年咯。我后屘翻屋企，我又谂啊，究竟呢个婆婆佢翻咗几十年教会做乜嘅咧？点解佢嘅生命好似冇改变到嘅咧？点解佢仍然都系咁记住呢一个几廿年前得罪咗佢细佬，得罪咗啲咩唔知啊？但系有乜嘢十冤九仇系要搞到？其实不得释放嘅系边个啊？佢自己。咁我好想讲啊，伯母咧个原因系咩咧？佢呢本嘅纪念册好精美啊！佢屋企人帮佢整咗。里面有一段的技术是讲他的生命，当然这里这样讲，这位婆婆她相信了上帝之后，她知道自己选择了一位至大至真的神，她以前都是拜神拜祖先那些的，okay？ 以前都是觉得你有你信的，我有我信的，跟着她就说了，她说伯母她知道了她跟了一个最劲的了，现在因为以前那些呢，他信了很多都帮不到他改变他的臭脾气，其实。还有另外就是他经历了一样东西，就是他的孙有个孙病了。那他就拜这样拜那样都求神问卜都搞不定，他就叫做好像买大细这样。我说这铺我就看看你的耶稣得不得啦，这样就即管试一试啦，这样。即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，即走投无路才走去找上帝，其实希望你不是啦。咁後屘即係上帝好大恩典咧，就即係醫咗佢呢個孫，佢就做人咧就好講口齒嘅，佢就即係開始去認識上帝。跟住呢度講，佢話佢跟隨所經歷嘅佢跟隨到咧就係上帝時刻嘅眷顧嚇，對過去嘅偶像咧毫不嘅眷戀。跟住呢度犀利啦，佢話自歸信基督之後咧，佢嘅人生咧有著很大嘅改變，從前脾氣火爆。佢好火爆嘅，真係佢其實佢講嘢好有火喎。雖然佢成90歲，我哋早一兩年去探佢咧，佢喺個酒樓嗰度咧，係個個都識得佢。佢講嘢好大聲，佢個花名叫咩？你知唔知？勁啊，巴閉，
係啦，我問咗個同工嘅，佢話講得嘅 ，OK。巴閉姐佢係好犀利，講嘢好有力嘅，因為好勁。因為你睇翻成個家庭嘅，佢亦都好唔容易，佢要捱大好多個仔女。佢因為佢如果弱嘅話，佢捱大唔到咁多個仔女。從前脾氣火爆嘅佢，開始而家識得講道理，且笑容滿面。以前淨係記住屋企人嘅不是。但是他转变了，信主之后他开始学习很多去数算家人好的一面。从前他是一个一言堂的人，凡事呢讲了就是的了，不讲道理的， 他就是道理。OK? 他讲了一句，那些仔女就要就范的了。就算错都要一样去跟着做，而不会正视的。更加不要讲什么错了会 say sorry 了，是不是？我想我哋面對好多上一代都係咁樣，或者你話其實我都係咁嘅英風，係嘛？咁希望你會改變。信主之後，佢開始能夠開放啲嘅溝通，而且識得去接受建議。更加意想唔到嘅就係佢竟然會喺伊拉撒傳道面前向耶穌認罪、求赦免、向子女說多謝和對。对于一个八十九十岁高龄的长者来讲，容不容易啊？对于一个这么硬的人来讲，成世人都是这么硬的人来讲，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。但是因着基督给他的信，他的信心，他坚固，他知道哪些是应该做，哪些几十年都不 work 的人很得意，几十年都不 work 的都继续做下去的。上帝条路是 work 的，可行的，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选择不跟。这个婆婆告诉我们是可以的，谁能担当得到啊？一个九十岁的婆婆都担当得到。跟着一阵间我会讲另一个的见证，小朋友的见证。最后一点，出于基督的承担。这里第五节讲，我们一起读啊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，乃是出于神。保罗他去陈述自己是凭着神来到去指派承担这个的职事。保罗在这里回答了二章十六节刚才那个问题，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？哪个能够担当得到啊？他说这件事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够担当得到的，是凭什么啊？上帝、神，乃是出于神。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，这件事不是我自己凭我自己能够担当得到的，乃是出于神。我能够生命里面散发出基督的香气，并不是靠自己能够做到，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很多的罪，我自己知道自己很多的软弱，我自己知道自己我人生里面很多的黑暗面，凭我自己做不到，凭我自己做不到。我不能够原谅他，我不能够宽恕他，我不能够去担当多少少，我不得的，我不得的。但是这里讲不是啊。保罗他表示他之所以能够担当，是因为这件事他深信是上帝指派他要做的。这件事是上帝赋予他承担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充分的能力，有资格，有才干，有足够的 ability 能力来到去胜任这件事。但这里很明显讲了这个承担的这些能力全部不是说我自己靠着自己，而是靠着谁？靠着上帝，靠着神，靠着神。在这里我就做了几个的对比了。出于基督的承担，这里说出于基督的承担，即是什么呢？即是出于神。出于神呢，即是那个我是靠那个是他力，他力就不是靠自力，不是靠自力，不是靠自己。第一点，如果靠自己的话，你会懦弱，你会胆怯，你会容易呢就走向负面，不得的，不得的，不得的。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，你知道无畏无惧。我现在讲嘢有没有力啊？
如果你覺得我冇力嘅話，你應該真係瞓得好冧啦。琴晚睇得好夜啊，係咪靠我自己啊？喺邊話係？如果話係，即係有冇聽我頭先講嘅嘢啦？梗係唔係啦？我咳緊啦，你知唔知啊？我點解用呢個麥？但我一路講冇咳過。我其實經歷咗好多次，我知道我要講有力嘅信息。呢個係耶穌俾我嘅力。美斯傳道頭先祈禱祈得好好，耶穌要喺軟弱嘅人顯得佢嘅能力，佢嘅恩典。你問我膽唔膽怯啊？我自己本身一個好膽怯嘅人，我本身一個好自卑嘅人。我媽媽今日都喺度，我媽媽一個好叻嘅人，喺佢面前咧，我真係好渣。細細個我自己讀書又唔叻，個樣 OK， 因為媽媽靚女，讚下先，個樣 OK。不過可惜啲牙唔齊喎，啲牙好唔齊喎，我下面呢度齊嘅，因為而家呢啲假噶。假唔係因為我要靚，係因為壞，因為歪啲歪斜，後屘就成有牙周病死咗，啲牙死咗，搞到要而家要搞假牙。不過又而家變咗齊咗，感謝主啊，係嘛？我細個連笑住影相我都唔敢啊，因為唔好睇嘛。我老婆識我嘅時候，佢話：兩峰，你以前都幾唔開心嘅喎咩？佢話因為睇我啲相，我以前你遇到我之前都唔識笑咩？唔係講笑啫呢個嚇。繼續落第二點，憑自己容易係咩啊？貪圖己利。你記唔記得聖經頭先呢度有講到啊？保羅佢話嗰啲人第十七節，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乜嘢啊？為利混亂神的道，睇得清唔清楚啊？為自己嘅貪圖己利。出於神的大公無私，或者是說他不貪圖己利。第三，剛才說為自己的，以自己就為真理為道理，不是按照聖經，不是按照上帝來到去守住真理。第四，霸道傲慢，是吧？如果出於自己的話，你看看我輸磚降過來到你的團契那裡幫忙，你多謝都唔講聲，嚟到呢個小組，你睇呢個組冇人要噶，係我先肯嚟做組長嘅啫。如果個組長咁樣講嘅話咧，咁你快啲走啊！真係，唔係唔好走住啦。你話俾導師聽先，話導師，我聽到一啲我好難理解嘅事情啊，唔知點解個組長會講埋啲咁嘅説話。恭敬謙和，出於上帝嘅時候，耶穌喺十字架上面被罵。不单止在十字架上面，在下面被骂，在十字架上面就承受很多的痛苦。他不是要诅咒下面那些人，不是诅咒那些咒诅那些钉死他的人。耶稣他说：父啊，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，赦免他们。出于自己的容易忽冷忽热，出于神的心里火热，出于自己的散发臭气或者臭脾气，出于神的是散发香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所讲的这里，我不是教你做一个道，我不是教你做一个好人。有些人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没什么分别的。讲得好，听不听到啊？道人向善，所有宗教都是道人向善的。感谢主，如果你看得清楚圣经的真理，圣经是不是教我们道人向善啊？你觉得很难回答你的问题，很怕我 trap 你呢。我们以为是，但是你想想保罗他说什么。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基督教的不同，我们不是靠自力，我们是要靠他力。我们作为一班罪人，我们会行善，我们会做好人，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够。其实我们就是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，靠自己很软弱，靠自己不能够做得多，做得长，做得深。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靠上帝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就是知道我靠我自己不能够做好，所以我才需要上帝，所以我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帮助我，给力量我去改变我的生命，去行善。
明白吗？个不同在哪里？得不得啊？所以下次人跟你讲嘛，基督教咪又是道人向善，乜嘢都是嘅啫。咁你识唔识得答佢啊？我再讲多次，你识唔识答佢？我发觉唔系咁多人识，咁我又要再讲多次。你听唔清楚，你翻去听翻录音咯。OK， 因为我冇时间由头再讲多次。我喺呢度好想俾你去睇一个活生生嘅见证。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，当美国仍然是处于黑人白人那些种族政策很严峻的时间，你记得一个 很出名你应该识的叫 Martin Luther King， 是吧？马丁路德金是什么人啊？一个牧师，一个黑人民权领袖的牧师。这个可能少些人认识，不过很感恩我上个排团契有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故事给我听，我觉得哇好好啊，好感人，我很想跟你分享。1960年，美国黑白种族这个矛盾冲突仍然不断发生。尽管美国的联邦政府已经尽力要打破这些黑白之间的界线，种族的界线，想促进族群之间的融合，但是在某些地区里面，黑白仍然是对立得很犀利，很明显。官方为了突破这些问题，瓦解这些问题，那做什么呢？他就安排一些的学校，白人的学校安排一些黑人进去读书。哇，大件事了。途中这个6岁的 Ruby Bridges， 他就是其中一位被安排在新奥尔良这个地方的一间学校，这间学校就叫做 William France Elementary School。 OK， 1960年，一个很可爱的黑人小朋友，是吗？你看到，但你看到他的身边，他上学放学的时候，他身边有什么人在这里？啊、你以为是警察啊？哈哈哈哈，挺有趣啊！警察那阵时都不帮手啊，因为那个地方他们知道白人，你这样摆下去呢，我做警察我分分钟被人乜嘢啊？你明白吗？所以跟着后来联邦法院要安排法警，所以这班呢跟 FBI 一样是 under 联邦法院的一班人来的。OK， 就是叫做法警了、啊，就跟他一起来到去出入。每一日这个 Ruby 仔，这个小路女，她要面对着200个的白人的父母在门口恐吓威胁，叫她不要踏入我们这间学校。甚至乎你见到途中是什么来的？一个官务，一个 BB 棺木。我们现在在黑白相里面看，就看到那个 BB 的样子是白色的，但其实如果即他口述回，那个 BB 原本是黑人小孩来的。那就是说什么？死亡的威胁咯，这个死亡的威胁。好了，如果你是这个小孩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不上学？你会怎么？还有呢？你对那些闹他的人，你会心存什么心啊？很兴奋是吧？很开心啊！每天都200人来欢迎我。啊、我当听不到咯。哎，他们虽然闹我，但我当听不到咯。不是，听得到就听不到。句句没好说话讲的，全部都即是很难听的说话。我这里不敢不讲得了，是吧？但是你知不知道说什么？在一个 对话的里面，有一个老师，他留意到这个小女，他行回学校那段路，很多人在骂他的时候，他的口在说话。那个老师问、啊、你跟法警聊天吗？那个小朋友说不是，我不是跟法警聊天，但我看到你的嘴在说话的，你跟谁说话？他说我祈祷，他说我祈祷。跟着那个老师问，你祈祷？你为谁祈祷啊？他为谁祈祷啊？他说我为那班人祈祷。那个老师觉得很奇怪，蛤，你为他们祈祷？跟着你知道那个小妹妹说什么？那个小妹妹跟那个老师说，你不觉得他们很需要祷告吗？你不觉得他们很需要上帝吗？你明白说什么？这个小女孩很有智慧，我相信都是上帝给她。她看到的不是这些人那些在那里声嘶力竭在那里喊，他看到的是他们喊的背后
呢班人佢背后里边嗰种嘅不安全感，嗰种嘅歧视，嗰种缺乏爱，明唔明讲乜嘢？所以佢讲乜嘢 ？I was talking to them. I told her. 我系同佢哋讲，我为佢祈祷。佢话其实我每一次翻学喺车上面行翻学校嘅途中，喺人群嘅当中，我都默默嘅祈祷。我同上帝讲 ，forgive them because they don'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。咁我 call 翻圣经路加福音，我哋一齐读好嘛？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哋能唔能够睇得见啊？你的生命是否安全？是否被爱？是否感受到耶稣的爱？是否感受到圣灵给你的能力？是否给你能够有这对的眼睛，不是自己的眼睛，而是有带了一个圣灵的眼睛？明白我说什么？用神的角度来到去看，用神的角度来到去看事物，再不是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物。另一张的佛是基督徒 的形容，每星期在教会唱 K， 喜欢闭眼对着空气说话，不进行婚前性行为，也不准烧香，不读圣经大部分的内容，不认识基督教的历史和教义，不知道世上有其他教派和宗教，不要问，只要信，缘分到了，耶稣就会把我接到天堂去赞美他。我相信这个呢，是写这个的人呢，他其实是很想，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，他就讽刺基督徒而已。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，他就讽刺基督徒，他就是讽刺基督徒。但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，他也是想提醒基督徒，我们不可以做一个佛系基督徒。谁能当得起呢？90岁的婆婆能够当得起，6岁的小朋友能够当得起，我呢？你能不能够当得起？能不能够？你告诉你隔壁的人，你能不能够？鼓励他，你告诉他，你能够当得起。告诉你隔壁的弟兄听、姊妹听，你能够当得起，你能够当得起，你能够靠住上帝当得起，不是靠自己。教会当然很需要很多人来到去建立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建立。现在又是三福栽培招募的季度啊，顺便都要提一提的了。你当不当得起啊？上帝呼召你的话，你就 go ahead， 你就去了，不需要想太多东西。我刚刚上个礼拜，我们一班的同工和一班的教会里面团契的信徒导师有一个的聚会，去分担去分享、去讲下他们那个的情况。我觉得一个很特别 的体会、很多做信徒导师的弟兄姊妹呢，他都不其然就会讲，因为我们问他啊，当有牧者邀请你做信徒导师的时候，你有什么的心情？很多人的心情都觉得啊，为什么会选了我的啊，这个信徒导师这个职责实在太大了，我担当不起啊，我担当不起啊。是啊，那他谦卑是好事来的。但是呢，我很想讲，教会现在在讲薪火相传，其实很需要很多愿意靠住上帝去承担的弟兄姊妹。听清楚啊，是靠住上帝愿意承担的弟兄姊妹，不是靠住自己。你自己苦心自问，如果你答应的时候， 你自己做个 checklist， 我心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愿意答应，我担心的时候我什么原因是在担心，用回刚才那个 checklist 那个条目去看，如果是出于自己的话，那你继续好好祈祷，求主帮助你，圣灵改变你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但如果是你觉得啊，我都是的，我都是的，我都是的，是这边的，我出于上帝的，你清楚的时候，你就 go ahead， 不要再担心太多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祈祷。谁能当得起呢？主，我求你来到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散发基督香气的人，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战信，能够拥有基督的信心，更加我们所能够做的全部都是出于基督而去承担。因着基督的爱，我们愿意去承担；因着基督的救恩，我们愿意承担；因着基督这个福音，
是一个叫人和好的福音，叫人和平的福音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呈现出来。主，我求你来帮助我们。在这里我很想来到去做个呼召，如果你从来未试过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、生命的主，你未有这个认信的话，今日圣灵光照你，他很想你在这个的福音里面有份，他很想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天父很想你成为他的儿女。现在这一刻，如果圣灵感动你，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的，你愿意从今以后靠着上帝来到去做一个担得起的人，改变我，帮助我，你愿意的话我请你举手，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。我见到，我见到，感谢主。好，请放低手。你愿意接受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朋友，我想你跟着我来到有一个的祈祷，我讲一句你讲一句。我或者你刚才没举手的，你现在想你都可以。我刘英峰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主、生命的主。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，唯有基督为我钉身十字架、受死、流血，洁净我的罪。因着基督的救恩，我愿意接受的时候，我今天就立志成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，在生命册里面有份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继续的合上眼睛，我有另一个的祈祷，我向基督徒来做一个挑战。在这段时间你去想一想，你过去这一个月、这半年、这一年，你在你的家人、在你的朋友、在你的公司、在你的街坊、在你所接触的人的生命里面，你所散发的是一股什么的气呢？如果你所散发，你曾经散发过一些臭气的话，我请你来到向上帝认罪、悔改、立志，我们今天就去被上帝去更新、去改变，愿意去承担，成为基督的香气，成为基督的展讯。当提起你的时候，当人家在别人的口中提起你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啊，这个人我闻不到他的味道，那阵香气是耶稣基督的香气，他信耶稣的，等我都试一下认识一下他的上帝先。如果你不嬲已经散发紧香气的话，我继续鼓励你继续去做，同更多弟兄姊妹一起去做，一起去做，去关心更多的人，他们都很需要福音，他们很需要爱。你愿意立志去散发基督的香气的，在主里面能够靠着上帝去承担这个职事的，请你举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见到很多人举手。好，请放下手。如果上帝这一刻感动你要做某个职事，之前你很大挣扎的，今日上帝说你是时候 make decision 了，你是时候做这个决定了，你就自己跟上帝说，主，我听到，我清楚，我明白，我愿意顺着圣灵行，我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你活。感谢恩主，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